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十万个怎么拍，我是你们的吉大师。那么制作十万个怎么拍这个系列的视频呢，我的初衷呢是帮助视频爱好者以及有视频拍摄剪辑的自媒体，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，告诉他们一些拍摄的技巧。所以呢，我跟他们一样，采用最少的设备以及尽量小的制作。那么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视频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。设备呢也相当的简单，就是一台 HM3， 一个稳定器，加上我面前的这四盏 Nanlite 5C 的灯光。那么我是怎么用这四只小的灯光来完成这个短片的呢？首先呢，我利用 5C 这个灯比较小巧的特性，我把它隐藏在画面里面，比如说客厅里边的展示柜里，还有小区的这个天台的楼梯上。那其次呢，我利用它磁铁的这个特性呢，我把它吸在家里的吸顶灯上，还有小区天桥的护栏上面，用 5C 呢给人物打一些面光或者轮廓光。这个 5C 呢还有很多的光效，在这个片子里面呢，我用它模拟了电视机的效果，来给人物拍摄看电视的画面。那么 5C 相对于其他品牌的一些灯光来说呢，它这个光效可调节的参数比较多。那像这个电视机的效果呢，它就可以单独调节个光的闪烁的亮度范围，以及这个光的频闪的速度。那相对来说呢，对你的创作呢，会有更仔细的一些效果吧。另外呢，5C 是个 RGB 的灯光。那我面前这四个灯，我给打出不同的颜色。那么在这片子里呢，我就打个青色调，让画面更好看一些。同样，你也可以利用简单的设备来拍出好看的片子。感谢大家收看这次的节目，咱们下次再见。